有很多还在念国小啊，啊，还在念书啊，哈、啊，那个时候的生活，跟现在又不一样了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到美丽的宝岛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我们美丽的生活目标，所以我们走到一起来，我们要把这个美岛啊，美丽的宝岛哈、啊，把它好好的让它更灿烂啊，发扬光大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祝我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谢谢谢谢玉子跟我呢演过很多戏了，他都演我老婆，老婆万万岁呀、啊、哦，刚刚我们市长说谢谢包住包住了包住了，哎，我都演过了，我跟你讲，他刚刚讲的都不够多，上次我们之前演玫瑰童音演那个也是好多条纹，都是好多条纹，有没有？天哪，那个都还放在那个墙壁上，有没有框起来了、啊、不得了，那是我老婆印出来的老婆条纹，是山寨版的，对，我是山寨版的老婆，那个本尊老婆坐在台下哈、哦，比我年轻漂亮，谢谢。还有没有那个刚刚讲的三从四德，我都觉得好耳熟啊、哦！你记不记得我们演一个美容，哎，这个整容的那个医师，整容的医师嘛，有没有？对，欺负我。然后，对他那些条纹都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。其实讲真的啦，讲什么都假的啦。老公的所得啦，全部给老婆就对了。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哈。好，来玉子啊，我们这个帅气的我们的名嘴兄弟哈，谢谢。今天无外乎我们来就是希望大家开心、高兴，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办一个小小的春酒一样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尽量的开心，全岛四方开心啊！新的一年大家都心想事成，平安健康快乐发大财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来猜三元的音乐，请给我猜三元。来，你这样子吗？猜三元的音乐。来，在我们财神爷呢还没进场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贵宾哦。我们今天长官贵宾哦，你知道吗？哈、哦，行程都满档哈、哦。我先介绍这位贵宾，是我们立法委员罗志政服务处的主任林建光，来欢迎。舌头要出来啊，来，长官贵宾，我们等一下再一一介绍哈。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哈，我们的财神爷哈，来，我们现在好，音乐大声一点，老师，来，先欢迎我们的财神爷进场，来，财神爷的音乐马上麻烦老师来，谢谢，来，把你糖果送给你哦，祝你财源广进，心想事成，恭喜发财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因为等下会抢完，哦，不停的恭喜发财，心想事成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恭喜你们喽，欢迎莅临，啊，我们今天的春酒大会，谢谢你们，感谢方老师，谢谢，啊，来，欢迎喽，谢谢，祝福你们心想事成，啊，做工作都一帆风顺，啊，每天金银财宝进你家门。哇，太棒了，我们市场啊太美丽了，都给你们来，好不好？今天的我们的四彩哦，祝福大家哦、里面的每一个代表一亿人哦，我让你赚了一亿，赚两亿，赚三亿，赚五亿，财源广进，心想事成，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，啊，我们的天龙老师在那边打分了，好的，好，感谢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来，谢谢，我给你们哦，那谢谢你们。谢谢小帅哥，今天的小歌神，未来的哦，我们的周杰伦在现场，好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太美丽了哦，我们的艺人哦，跟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最帅气的哦，我们代表的老公啊，最成很好哎，我们理事长哦，今天的我们的韩国三男组的哦，小小美女，哎对，来叫一颗要不要？要唱两首歌哦。哎，来，谢谢，来，哎，来，财神好，财神爷祝福大家哈、哦，不管你做哪个行业都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广进达三家。恭喜我们的木飞大嫂哦，木飞哥好，跟木飞哥上次卡拉 OK 唱过歌，来去。
得我吗？五花老师，你今天是财神爷。对对对，没有，谢谢。哇，这边的我们帅哥美女一样八个吉利给你们转一转，连你赚钱赚不完，财神爷。哦，你现在剩10亿人，大家一定要来抢这个。哦，你现在剩10亿了，好了。今年888。然后剩到哦，太棒了，来看到哦，你看什么上千亿的那钱都放进来，来送给你们了，来。啊，很开心哦，他们太喜欢了。哦，金币送给你，好了，来，太棒了。哇，太棒！那个券赚不完，就赚两百。对，让你喜气洋洋，福气满满。谢谢。好运连连。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。送给摄影老师的糖果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哦，来，谢谢杨大哥。哦，谢谢您。哦，你多少钱？让我让家长放在门口，一定每天拆这种钱。谢谢你哦，欢迎，谢谢。股票每天都到上万元了，谢谢，他金币我要。老师好，哦，老师说你好，金币有多少钱？我来金币啊，金币啊，再送你元宝，再送你元宝，哦，来，你就来一个，来，谢谢，来，送你元宝，送你金币，回到家记得送给将军，送给长官，将军好，谢谢。就要恢复本尊了是吗？因为太热情了。哇塞，你看，欸，真的是太辛苦了哈，戴这个面具，你那时候怎么奇怪？慢慢的嘞，辛苦了。这眼睛叫他是谁哈？是，这里面那是闷不透气的。哎呦，这个第一个他有好处在，可以帮你杀菌。是。第二个，让你晚上排毒。哎，排毒。好，谢谢我们今天财神爷辛苦了哈，送财给大家。今年大家一定会哈，哦，来福气满满，喜事连连，好运接连三哈。哦，唱一首歌，你还要唱歌啊？这首歌很特别，因为要把坚持。等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再唱好不好？来来，我们先让我们的掌上跟贵宾哈，哦，先来。老师给我这首歌，我们财神爷，哎，一定要唱歌就对了。好，财神爷，你带来什么歌曲献给大家？来，老师也准备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今天的贵宾相当的多，你再放心，你看我们一直都跟你合影，我们的艺人的贵宾都在现场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是绿叶，所以我们今天不重要，重点在我们今天这个协会所有的贵宾。新北市新作名。
来掌声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所有朋友们，各位好朋友们，我们这个会真的是每位都是最疼爱我们的贵宾们，谢谢你们，感谢我们林国生艺人李元亮张万江，我们的舞台队，谢谢，张家是我同学哦，谢谢。陶晶莹的手在我的怀里头，我会流，要不要提风生起风？